你究竟是谁？我当然是云鬼。你不信的话，验明正身看。 这么紧张，是因为我吗？瞧我看看你是什么情况。这些都是啥呀？这你新画的八卦？ 将这几包安神茶给林夕公子送去。你这药童好生无礼！你怎可如此？你都敢光天化日干这样的事儿，我怎么就画不得了？胡说！我和一华大夫之间总有个越矩之事，你分明是污蔑。你忘了？需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吗？今日午时。 你和一华大夫在隔壁厢房耳鬓厮磨，住口！休要胡言乱语，毁了一华清誉。你大手一伸，将其按倒在圆桌之上，让你住口！你疯了？你知道我的手多金贵吗？啊！我以后还怎么弹琴啊？ 林夕弹不了琴了，你们有什么办法吗？老板娘，你放心吧，你这招牌还能挂很久。